是末日到来，我竟然心痛到毁灭一般，恍然你冷冷的宣战，说要暂时分开，我竟来不及明白怎么办，我所有的不安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了答案，害怕如果真的走散，我该如何承担没有了你的未来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会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已不是自己、哦哦、如果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，我存在的原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你。都更改，是回头你已不在。